他俩马上关禁闭。走！哎哎哎，我走，我走！哎，长官辛苦，长官辛苦，辛苦！所有人，一天不许吃饭，一天不许放风，押回牢房。快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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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恐怕还得费点周折呀。白山观突然增加看守，恐怕和小猫的事有联系。 你说的对，你看今儿一早方方广场的阵势，敌人恐怕是有什么阴谋。 但甭管怎么说，咱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总算和小猫同志取得了联系，这就是成功。看来我们可以动手了。你是说，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对，越快越好。 明晚一熄灯，我们就动手。我说兄弟啊，哪儿还用得了明天？没有吧？你怎么拿回来的？你不是被关禁闭了吗？关什么禁闭啊？冯彪那孙子敢！
这是王大夫让我给您的，说是您要的。王大夫自己怎么没来？王大夫为了忙这个，一天一宿都没有合眼，我估计是累了。那没事，我先走了。给我接黄茂才。喂，赵大奎啊，黄茂才呢？你带上几个兄弟，到108去搜查。王大夫，图片我已经给徐科长送过去了。啊，好。王大夫，您不舒服啊？没事，可能是累了，我都忘了，还没查房呢。哎，您别去了，脸色这么差，您得好好休息啊。我去了啊。萧雅，这样吧，我去查，然后再给您送过来。那辛苦您了。不客气。开门！哎，徐科长，您这是？搜查108楼房。108？对，我怀疑张海峰身上有违禁品。徐科长，前两天那个孙馆长和冯队长派人查过108楼房，结果全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查过？对啊，当时我也在查。那陈文海身上你搜过了吗？陈文海？没搜。明白了吧？哎。那张海峰和陈文海不成了一伙了吗？他本来就是一伙的。开门！哎哎哎，来了！哎，徐科长，请。长官好，长官好。张副处长。这么晚来打扰张副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徐队长有何吩咐？赵队长，你说说。是。张副处长，不知道你还记得你以前的同屋陈文海吗？昨天下午，就在陈文海的尸体快要火化的时候，我们在他左手手掌心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印记，于是。我们用了一天一宿还原了，是一件工具。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张副处长有没有什么解释？土狗到，给他看看。是，好好看看。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哦，不知道，那就让我们好好替张副处长找一找。走，是。报告徐科长，没有。走是是，给我们抬进来。站直了。把钱交了。
还是没有。长官，长官，靠墙。长官，没动静。长官，站好了。哎哎，是。 什么东西？长官，没东西，长官，这没东西，长官，这没东西，长官，快拿出来，别废话！长官，真的没东西，东西是吧？啊，快点！长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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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官，你长官，你长官，真的没东西，长官，长官，长官，你东西，长，拿出来啊！你。 谁让你把火柴带进来的？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啊，对不起，长官，我从哪儿来的？这是，对不起，长官，注意点。是是。徐科长，这块砖有问题，被人挪过了。 张副处长，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张副处长，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张副处长，这块砖有问题，被人挪过了。徐科长，这个东西差不多。那为什么会埋在地下？我说了我不知道，你应该去问陈文海。张副处长，这话说的果然是逻辑缜密。 陈文海现在已经死了，我现在是死无对证。张副处长，你知道在白山馆私藏违禁物品，犯人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吗？赵队长，来给说说。是。张副处长，可能您不知道规矩，在白山馆。 犯人私藏违禁物品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别说了，白山馆的手段很多，来吧。哎，你知道这个是谁帮我付的？是王凌宇，王大夫。
兄弟还行吧？今天那个徐兴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来检查的，像是专门来找你麻烦的。听说了吗？一号楼那边又出事儿了。刚才我下去的时候，我看见徐科长和赵科长他们带着一大堆人去查108了，就是张海峰的那个房间。他们好像还真搜出点什么了。后来呢？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呀，这张海峰肯定被送到审讯楼去了，跑不了。你说他们这帮看守真没劲，一天到晚把那些犯人打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再让咱们去救，你说他们累不累，烦不烦？好了，小雅，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嗯，王大夫，你也早点休息啊。小雨。我刚给你做的银耳，趁热吃吧啊！啊，我先看完吧。哎，快吃快吃，别看了啊！听说你去108了，搜出东西来了。啊。搜到什么？是个违禁品。这个蛋花汤好喝吗？好喝。我那是银耳羹，不是蛋花汤。是担心张海峰私藏违禁品，我会对他用刑啊？没有啊，这个张海峰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做什么，是死是活，我都没有兴趣听。真的？你放心吧。我放了他一马，我没让他们对赵海峰用刑，这回不担心了吧？我真的没有担心。嘘，喝银耳羹吧。这封信还是你来处理吧。我没有看。
这信还是你自己处理吧，我相信。你知道这个是谁帮我复原？ 是王凌雨王大夫。
哎，我说的，这图怎么办？今天天气不错，可以把泥土撒在外面，让雨水冲走。好主意。那是扔哪儿啊？放在口袋里，放风的时候撒到工厂上，剩下的撒在马桶里，量不能太多。是有你的。哎呦，他奶奶的，这一宿啊！哎，我说兄弟，幸亏遇上你啊，要不然老子还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出去呢。哎呀，我真是沾了小猫同志的福了。哎，说好了啊，等出去以后啊，重庆的馆子随便你们哥俩点。好。哎，我说兄弟，你来重庆多久了？不久，受了以后才回来。哎呀，我都六七年了，六七年没回家了。你成家了？我那儿子都满地跑了。等这回出去啊，我给组织打一报告，得空回家瞅瞅。哎，你去过北平吗？我在那里读的书。当年营救小猫同志的行动终于取得了极为艰难的进展。张海峰终于联络到了刘明义，而且此时108的洞口也开始正式挖掘。然而张海峰心中的担忧丝毫没有减少。回想昨晚徐兴良对108的搜查，回想徐兴良昨晚对自己的态度，张海峰知道来自徐兴良和王凌宇那边的压力依旧是自己整个行动最大的障碍。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恩怨还远没有结束，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估计咱们还得多长时间才能把这洞挖通啊？按昨天的速度，最少也要二三十天。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困难不是挖土，是盗土。行了，只要能出去，别说二三十天，就俩仨月都行。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你说，许清凉？这徐兴良好像老针对你似的，是不是你俩以前有什么过节呀？抱歉，我不能跟你成亲。这是我的未婚妻。倒酒。先生，这位小姐已经喝了不少了，这首歌也点了十来遍了。我还要听。小雨，这首歌不让放啊。哎，徐科长，孙馆长可是交代过，在白山馆广播室里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是我说了算。白山馆什么歌都可以放，唯独这首歌不可以放，这点我说了算。哦，我知道了，看来是这首歌戳到了徐科长的痛处了。真是没想到，外表看起来潇洒不羁的徐科长，居然内心这么柔软脆弱。你以为拿走了这张唱片，就能解决掉唱片背后的故事吗？怎么，你要打我？还是想给我用刑啊？
徐科长，我想劝你一句，粗鲁和无礼女人是不喜欢的。如果你执意这么做，只能让你心爱的女人离你越来越远。Ciel bleu sur nos bassins fondrait.